十八大以来，反腐工作取得了大大大进展，抓贪官、出条例、打虎拍蝇，引得无数百姓叫好点赞。可被抓被查的大都是党员领导干部，你我身边还有许多侵害百姓利益的不法行为，到底要谁来管？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个即将成立的新部门——国家监察委员会。有了它，一些现在不知该找谁处理、平时监管不到的灰色问题，都将有明确的解决办法。你也不会再为遇到的问题发愁。小明家那一片正要拆迁，拆迁办给的补偿金比附近市场价低太多，谈了几次都没谈妥。结果小明和家人不但遭遇言语上的攻击，家里还经常无缘无故的停电停水，谁来管？小刚的孩子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，逢年过节，学生家长都给班主任送这送那，他不想送，又怕孩子变成老师眼里的小透明。最近更让他头疼的是，母亲住院做个手术，同病房的病人们都劝他手术前给医生塞个红包，可医药费都那么贵了，谁来管？小红参加竞争激烈的事业单位考试，初试考第一，复试表现也不错，可是总成绩却只排在第二名，没考上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被录取的人走了后门，他有个亲戚是民主党派，在当地很有名，谁来管？小明、小刚和小红遇到的麻烦，以前可能不知道去找谁，不过现在找国家监察委员会准没错。国家监察委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？No, 太小瞧他了，已经在三省试点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可是和省政府、省两高平级的机构，你没有看错，是平级。以后在教科书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府两院，而是一府两院一委。变化不只是在书本上，被监督的人更多了，受他监督的不再局限于党员，而是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、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们，像村主任、国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、高校教师、医生都会被纳入监督范围。你看，这个新部门已经在行动，法律是他们的最大武器。主要负责人和责任人被约谈、讯问，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制裁，当事人收受的礼物和财物也被查收，小明、小刚、小红的事情都得到了解决。国家监察委这个高级别的新部门，不仅把反腐法制化、制度化，也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幸福，安全感嗖的一下就爆表了。厉害了我的哥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还不赶紧转发视频，让你的小伙伴们都知道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，就快点击订阅按钮，订阅视知官方频道。想解锁更多知识，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搜索视知，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等你来拿。